大家好，我是新红。早晨菜刚做了一半，发现我们家燃气没有气儿了，应该是欠费了。然后刚才大厂进去交燃气费了，之后我们俩要赶紧赶到店里面。我小妹今天老奇葩了，把包落家了，现在在店门口待着，没有钥匙。欠了吗？欠费了。欠费直接就给停了？没有欠了。单价4.88元，表指数50。我们这交燃气费是122，然后再交就是倍数，刚才交了244。回家这个得贴一下吧，这芯片。嗯。插一下子卡是吧？对对，激活。开不动了，这车是。不知道吗？不是干活。没有，你没看到一直加油门车不走吗？这一档挡一排。是不是啊？真走不了。走不了了。刚才老多车在那按喇叭了，他堵了一个灯。这个可怜呀，咋在这儿坐着呢？我没有钥匙，我坐在银行。啊，找阳光地方坐着去了。我坐这块，我不得动。你跟我讲解一下，你怎么的吃错药了？为什么包能落家？着急。你要是忘带钥匙也行。那钥匙在包里呢，你连包整个包都忘带，完了回家想回家取的，发现我婆婆也不在家，回家也回不了，进店也进不了，谁家钥匙都没有呗？没有，到这里没有阳光，这我不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么稀烂。